应该这个双座啊，就是家父座，就是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然后第二法的话呢，就是你这个娘叔呢坐这个灯影，就是坐灯影的时候呢，应该就是右叔在上面，左叔在下面，就是然后两个母子呢接住放在这个膝下。第三个呢，就是整个这个脊椎的话呢，就是正直啊，就不能呢就是弯弯曲曲啊，应该也并不能呢就是往这个后仰。然后第四个的话呢，就是这个颈部啊，就是、稍微就是往前俯啊，就是也不能就是往后，也不能就是左右都这个歪，就是应该往稍微呢就是往前俯。然后第五个的话呢，就是肩臂的话呢就是后胀，就是或者说是竖胀。第六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双目呢直视鼻尖。第七个呢，就是舌头地上上来，你要入座的时候呢，先就是在你的这个舒适的坐垫上呢做一个毗卢伽法，然后心呢就是完全的这个放下来，稍微就是坐一会儿。就是右手的做那个金刚圈，这个右手呢就是压着这个大腿的动着的，就是那种动脉，然后压着那个大腿的根。左手的话呢就是什么三股金刚树一呢，就是压着这个左臂以后的话呢，就是从那个右鼻孔当中呢就是出这个三次气啊，出三次气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心里面呢就是观相就是从无始以来，就是其他一切众生，尤其是诚心为主这个塑造的一切罪业的话呢，就是以那个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呢，就是往外排出，出这个三次气。这的话呢，这个左手呢就是做那个金刚拳，也是压这个大腿的根，然后从右手呢可以说压住这个右臂，从左臂孔当中的出三次各气，心里面观想啊，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呢，就是以这贪心为主的所做的一切罪业呢，以红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全部往外排出，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双速度这个做金刚拳，压在大腿的个从两鼻孔当中啊，同时呢出这个三次勾气，出三次勾气的时候，心里面也是观想啊，就是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以这个痴心为主而塑造的一切罪业呢，以黑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往外这个排出，就是、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就开始念这个字母啊，还有这个缘起咒啊，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金刚的这种语言呢，就是融入你的这个心啊，获得这种价值。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Zubaba Humpada Soha 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Zubaba Humpada Soha 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Zubaba Humpada Soha Kakanga ganga, tsatsan tsatsanya, tsatsan tsatsana, tatan tatana. Baba baba mayara la a hyaha saha cha. Kakanga ganga, tsatsan tsatsanya, tsatsan tsatsana, tatan tatana. Baba baba mayara la a hyaha saha cha. Kakanga ganga, tsatsan tsatsanya, tsatsan tsatsana, tatan tatana. Baba baba mayara la a hyaha saha cha. Om ye dama heta trabava hetan tekhen tatan gato. Haya ande tekhen tsayo noroda, eon badama hyamana soha. Om ye dama heta trabava hetan tekhen tatan gato. Haya ande tekhen tsayo noroda.Eon badama hyamana soha. Om ye dama heta trabava hetan tekhen tatan gato. Haya ande tekhen tsayo noroda. Eon badama hyamana soha.然后呢，就是为呢，就是你以天变无际的一切众生，让他们获得圆满正等具足的果位，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
nam ke ne sa nam ga ko a ye la ma ye dam ga do so nam do ta je cho da ba ba ke da la da da do de ke bi ja sam je nam ke ne sa nam ga ko a ye la ma ye dam ga do so nam do ta je cho da ba ba ke da la da da do de ke bi ja sam je nam ke ne sa nam ga ko a ye la ma ye dam ga do so nam do Dadang to Jerky Bija Sanja Dadang Dai Sanjana Namayene Sanji Yambala Yambara Shiva Danyata Chajum Jota Sanjato Dadang Dai Sanjana Namayene Sanji Yambala Yambara Shiva Danyata Chajum Jota Sanjato Dadang Dai Sanjana Namayene Sanji在自己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上面虚空当中啊，就是大概一尺高的地方呢，应该就是个前板这个莲花上面呢，就是这个四字宝座上，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就心里面像就是啊，就是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众体啊，根本上师如意宝，您一定要垂念我，加持我。让我的这个信融入佛法，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就是圆满成果，所有的迷乱分别心呢，就是全部迁出，获得这个无常的证悟。这些境界呢，像上师一样，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消息当中呢，让这个升起来。然后呢，就是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呢、啊，一般来讲念21遍，就是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心来合掌，就是。前面就是观想上师，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我们先说我在里面想跟词，然后对接成那边来嘛。你们本座下老所长的光觉多半破了心机了。我们先说我在里面想跟词，然后对接成那边来嘛。你们本座下老所长的光觉多半破了心机了。我们先说我在里面想跟词，然后对接成那边来嘛。你们本座下老所长的光觉多半破了心机了。我们先说我在里面想跟词，然后对接成那边来嘛。你们本座下老所长的光觉多半破了心机了。我们先说我在里面想跟词，然后对接成那边来嘛。你们本座下老所长的光觉多半破了心机了。我们先说我在里面想跟词，然后对接成那边来嘛。你们本座下老所长的光觉多半破了心机了。我们先说我在里面想跟词，然后。对接成那边来嘛，你们本座下老所长的光觉多半破了心机了。念完那一会的话呢，就上师呢就是融入这个光啊，光呢就是融入了自己的这个身体，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这个心呢，就是变成这个无二无别，然后在这样的这个境界当中呢，就是安住，不跟随这个一切的分别念，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心识，也不呢就是引起就是未来的各种这个一些这个分别的事情呢，就是什么都不执着，就这样的境界当中呢，安住就是。贪心无有这个事者啊，就分两个方面，一个是离养，就是没有这个常有，然后还有呢就是就是欢喜赞叹和忧愁这个地会啊，就是不盈利，就是分两个方面。首先是那个就是讲那个这个名为离养，就是没有这个事者啊，没有这个本体，就讲这个道理。应当见此即应当见信解鼻行奔影射，那么我们应该呢就是这个坚持这个心结，就是上面所讲的这个名为离养的这些本性呢，就是应该是这个舍弃的，就是前往呢就是不要被那个名为离养就是束缚，因为我们是这个希求解脱者，所有的这些名为离养呢，就是对我们来说是不应该就是希求的，不管是你是什么身份的人，大家呢都发过这个愿啊，就是发过这个愿，因此呢就是名为离养的这个事者呢，就是的确也是没有的。
因此在这个佛陀呢，在这个佛经当中呢，也是这样这个说的，说是这个是弥勒诸菩萨引导了者礼仰恭敬由他而生，其摧毁正念，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就是这个名闻利养呢，实际上是我们的这个贪欲而这个产生的，让这种这个名闻利养呢，实际上让这个摧毁我们的这个正念。如果正念已经摧毁完呢，大家都应该清楚，前面就是第五品当中所讲的一样，什么这个文思修行啊，什么这个这个慈善功德啊，就全部都是这个摧毁的。就这样以后呢，就是我们自己心里面应该就是这样想啊，就是。所谓的这个名声，所谓的这些利养财产呢，就有什么样的这个市值呢？有什么样的这个意义呢？一点意义都是没有的。无垢光尊者呢，就是在这个《窍诀报诵论》里面呢，也已经讲了，就是说是名为利养，端顶为迷乱啊，就这一句话，大家永远要记住。因为实践当中呢，就是大家都是对这个功名利禄呢，就是非常的这个向往、需求、追求，就是日日夜夜的是就是追赶。但实际上呢，我们这个修行人应该知道，就是所谓的这些名为利养的本质呢，就是端定位是迷乱的、错误的、幻觉的啊，就像是如那个碎泡一样，就是根本就是没有这个实质的，如这个天空当中的这个彩虹一样啊，就一点这个实质都是没有的，一点恒常性的是没有的。下面呢就是讲这个原因，就是为什么要是个舍弃呢，就是舍弃是这样的，总无财无逢宁于边村阳，所及著名利非随心所欲也。纵然呢就是我已经具足了就是非常这个丰富的财产，然后呢我的名声呢就是就遍布整个这个世界，所有的命和利呢就是洋洋这个齐全了，但是实际上这种这个呢就是并不是是那个就睡着我这个这些这个刚才的这个名啊利啊就是财富啊就这些呢不是这个睡着我啊，就不是这个睡着我，应该说呢就是这些是暂时的那个就是暂时的一种这个怎么说啊，就是暂时的在我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个这个现象，实际上呢就是不会这个跟随我的，因此说呢我们就是一定要这个舍弃世间当中的所有的这些名利呢，的的确确也是没有这个任何意义的，因此呢我们大家呢就是也应该就是这样这个心里面就是想，就是就什么时候呢就是让这个获得就是这种这个自在，这种自在呢就是不贪着这个世间的这种各种这个名利，就这样以后呢就是自己的这种修行呢就是有一定的这种利益，
就像阿底峡尊者也是这样讲的，他说是这个贪欲不得善其乐，并讲就断送戒陀命呢，就是我们这个贪欲任何一个名也好、利也好、人也好、财也好，什么这个法的话呢，就是念这个。怎么删去就人天福宝的这种快乐呢？就是将来也是不会得到的，而且呢，就是将我们的这个解脱的这个敏感呢，就是完全就是送走的，就是非常这个可怕的。因此，我们从根本上断除自相续当中的所有的这种贪执啊、欲望。那这一点呢，就是作为一个凡夫人来讲，是现在可能有一定的这个困难。但是大家呢，就是应该就是心里面就是默默的这个思维，有时候呢，就是自己的这种贪执呢，就通过这个大乘教言的这种殊胜方便。那就是慢慢的这个串习，慢慢的串习的话呢，一定会是有帮助的。他们就是讲那个旃檀和那个谛会啊，就是也没有这个释义的意思。若有人毁我，斩于何足惜？若有人斩我，即毁何足忧？那么如果有些人呢，就是会有这个就是诋毁我的，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有些人这个赞叹我呢，有什么可高兴的？就是也没有什么高兴的，就是因为背后呢还有就是千千万万的人呢，就是会这个回报我的，就是对这个对我的这个行为不满的人也非常多的。然后如果有些人呢，就是还有这个赞叹我的就赞叹我的话呢，那么我前面呢就有个别人呢，就是诋毁我也有什么这个忧愁呢？就是不应该有忧愁的。那我们这个很多。人呢在这个凡夫人呢，就是受到别人赞叹的时候呢，自己心里面好像有点这个乐滋滋的感觉，然后别人就是就诋毁我的时候呢，就是好像撞了一块石头一样的，就是心里面的始终是化解不了，就是很长时间呢就连饭都不想吃，就是有这种这个感觉。这就是凡夫人呢就是普通的这种就普遍的一种感受啊。
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现在在这个实践当中的话呢，就是别人的这个站台呢，就是不一定你变好了，别人的这种这个挖苦呢，也不一定变坏了。就是原来有一本书里面呢，就是说就是你是如果是死的话呢，就是别人说你是狗的话呢，你不会变成狗，就是所以呢，你也不要就是太这个伤心，就是是生嗔恨心。如果你是狗的话呢，别人就赞叹为你狮子呢，你也不会变成狮子，就是所以呢，你也不要太高兴，就是有这么这个说法。其实这些道理呢，真的是很那个深刻的。以前山师如意宝讲的时候也是这样啊，就是讲过，就是说是这个系统的话呢，他老人家也是在一生当中呢，有时候就是遇到别人的赞叹，有时候遇到别人的这种汇报的时候呢，就反省这句话，就是就这一句话呢，就是再次的这个心里面连诵的时候呢，还是起到很大的这个作用，就是所以别说是我们这个初实践的一些修行的这个境界上是有起到就是非常大的作用。因此就是当你受到一些赞叹和那个诋毁的时候呢，应该以这个空故圣来就是观想无光自在的敲解宝藏论里面，其实有许许多多的这个真正的这个珍宝，就是有许许多多的这个教言，就是里面就是讲这个讲这个六法的时候呢，就是说是了知瞻毁经毁空故圣，就是这么一句，就是这一句大家应该记住，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知道，就是别人对我的赞叹，别人对我的诋毁呢，就是是知道是他是跟这个空故圣呢就是没有任何差别啊。空故圣呢就是我们这个就是说啊，你的这个功德是真的是无上的，就世界上是哪有你的这种这个像你这样的这个人呢、啊、就是然后这个空故圣里面也发出这样的这个声音，但一会儿呢没有的。然后空故圣里面呢也发出我们说是啊，你这样的这个坏的人，世界当中世界上的是没有啊。那这样一声的话呢，就是空故圣一会儿就没有。所以别人的真正的这个赞叹和诋毁呢，对我们来讲是就一模一样的，没有这个任何差别。端出这个碳呢、啊、就是无论为你之他利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就是有些人呢，就是在这个利益众生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自己这个无论为你，然后呢就是心里特别的这种上心，就是但也没有必要就是上心的。由今种种心呢，佛也难尽语，何况例如我古隐舍次履，因为幽静的这个心呢，就是各种各样的，佛陀也是难以就是得这个让所有的众生欢喜的，所以何况说是极天菩萨说像我这样的，因此呢，就是我们这样的这种教虑呢，就是全部这个放下来，意思就是说我们实践当中就是无量无边的这个众生啊，虽然呢，就是我们实践人所说的这个物以类聚，人以这个群分呢、啊，就是以这样的这种大致的这个分类，智者和智者呢就是共住，愚者和愚者共住，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况，但是在内部的话呢，还是这个他的这个业力呢，就是是千差万别的。然后业力不同呢，就是人们这个所爱好的这个对境，他的这个根基，以及呢，就是各种这个想法呢，就是都是不相通的啊，就都不相通的啊，就包括我们就是在座的这些有些这个出家人的话呢，在出家的这个范围当中，哪怕是一盘菜啊，就是那就是如果十个
个人吃的话，那就是众口难调，每个人的就是有不同的这个评价和判断，就是所以说呢，就是大家都是一致供认的这种情况呢，就是一般来讲是在实践当中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困难的。因此众生的这种议论呢，正因为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就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唯一的这个一切功德具足，一切过和根本上端正的，就是唯一的这个佛陀啊，就是端正圆满的这个佛陀的话呢，应该说在世界当中是所有的人里面呢，就是他是最完美的，就是最了不起的这个编织者。但是他如果能满足的话呢，应该能满足所有的众生。但是他也是在按照我们这个佛教的这个历史来看的话呢，他也是没办法这个满足这个所有的这个众生啊。佛陀在有关佛经当中自己也说了，对我有那个信心的人呢，就像是指甲上沾着的这个微尘一样的。然后对我没有信心的人呢，就像大地上的这个微尘一样，多如牛毛，就是这样讲过。所以说，那么我们这个在实践上呢，就是真的你要像那个做到就是所有的这个人呢、啊、就是得到这个满意的话呢，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呢。因为在佛陀时代的时候有这么多的野蛮的众生的话呢，那现在这个魔法时代的这种众生里面呢，就是没有这些呢，就是也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众生的这种心呢，真的还是很那个就是难以这个调整的。就是我们有时候呢，就是做任何一件事情呢，真的是有一定的这种困难，就是真的是让大家都是满意的话呢，就这个要求太高了，就是绝对是这个做不到的。因此我们有时候呢就是不管是做这个什么样的这个事情呢，就是大家大多数就是这个认可的话呢，可以的。贫尼穷行者，低回腐朽舍，本行本难为女，除彼增得乐。那么意思就是说呢，就是这个就是我们有些人的话呢，就是就是什么事情的是看不惯的，然后有些这个凡愚呢，就是很难以这个气愠，就怎么样做怎么样的这个事情呢，就是都不可能就是得到的他的满意。有些人比如说这个执着少欲啊，或者是这个修行比较这个如法，就是每天都是做这个苦行的话呢，很多人就是看不惯，开始蔑视他。你看这个人都不是啊，今天吃的都没有，穿的都没有，就是过得那么贫穷的这个生活，真的这个人太这个就是愚痴了，就是当就是别人也是看不惯，就是以蔑视的眼光来看待他，就是
然后有些人呢有这个财富了啊，就有这个财富了，就是各方面的这个福德就比较具足。然后有相当一部分人呢也是看不惯，你看这个人呢就是通过各种夹杂的这个方式来开始收取到就是许许多多的这个优渥的财产，他贪着这样的这种财富呢，就是是不是死的时候也是带到这个后世去啊，就是开始有看不惯，就是说他的。所以我们这个凡夫人的这种本性呢，本来都是很难以这个相处的，那就怎么会是处在这样的这个凡夫人群当中呢？而这个获得这个快乐呢，就是绝对是这个不能这个获得快乐的。所以我们呢平常呢就是可能在自己这个做事情的过程当中，不一定就是受到就是世界上的所有的这个人的认可，也不一定就是受到就是他们的这种赞叹，但是呢在自己这个内心当中有这个清净的心来就是对待一切事情的话呢，我觉得是非常有这个意义的。那么别人就是不满足，也是我们经常这样想，佛陀都不能满足所有的众生的话呢，那我就是这样的这个区区小人怎么会是能满足所有的众生？这样子我的这个心清净呢，应该就是对得起别人，就对得起一切众生，就是以这样的心态来就是做这个有利益的事情，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Om Bandhangara Banasadardha.